把它拿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就跟你说嘛，对不对？您拿下我们的保时捷，您那23岁的小姑娘分分钟啊到你手啊。主播之前不是播领克吗？你在领克见过我吗？我之前在奔驰，后来来到了保时捷啊。大哥不要认错了。嗯，主播你这腿太假，包括主播我都是假的，大哥啊，互联网哪有真的呢？是不是？看你说个话一天天的。嗯，续航是有多少的？续航的话是在一个420公里，420，嗯，可以跑到420啊。官方的话是在一个420，但是的话我们实际的话操控，就是说从这里出发到跑到故事的话，可以跑个来回412啊，412，嗯，好吗？主播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讲车呀，讲车主播。这车是几号电池？装暖幅电池，喝花生油啊，就是不装燃油，就是哎。只装南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嗯，你看你说个话装几节电池。好，欢迎新直播间啊，家们欢迎搁这现车啊，只要您就是说你喜欢它，你中意它，可以直接来买，不需要等啊，不需要等。嗯，万一我跑到故事开不回来，你们负责拖车呀。您放心，只要您是充满电的一个情况下，跑到故事可以跑两来回，出现问题找我啊，找我。嗯，5号电池4节，为什么不是7号电池？为什么这样？好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节目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下白城展厅。首付可以刷医保卡吗？原来你的医保可以刷什么医保卡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点一下方色的小红车，主播见一见，了解一下，行吗？嗯，啊，我看他医保卡跟我的医保卡一样不？好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们，主播可以听听你方言吗？可以，请填。你亮灯牌，我让你看。感谢这位大老板送来的玫瑰花啊，一朵一朵玫瑰花，祝你天天开心快乐有钱花，感谢感谢。主播买车陪玩吗？主播买车的话，老二姐陪你玩，我陪你干嘛？他能陪你风花雪月，也能陪你东山再起，你都看不上我了，会把我一脚踢开的，好吗？嗯，好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家们，欢迎各位啊，可以刷公交卡，可以用 Q 币买，可以用你的欢乐豆买啊，买车的话还送你什么？还送你毛巾。买车的话还送你交车仪式。啊，你来吧。好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。小蕊买车可以一次性补贴吗？你别叫我了。有几块钱的优惠券？我跟你讲，堂堂宝儿姐怎么能说几块钱呢？好歹给你减个50块钱吧，大哥。嗯，不是我扣啊、嗯，都是5号电池拼接。我都服你们了，一天天的，你看你们那说的话真是耐人寻味啊，一个个的啊，把你放在副驾驶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看上脚镣的话，您的副驾驶绝对是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，而我不是，好吗？主播，你看我这个样子的话，一看就是很凶悍呀，很粗鲁呀，对不对？嗯，小蕊也是付费直播，不然在这里搭理你们。哦，付费直播啥意思啊？1毛钱嘛？你看你们是掏过1毛钱来的吗？对不对啊？免费的门票，昨天是黑腿，今儿是白腿，还让你看到脚镣，我还给你哎聊聊车啊，聊聊天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知足？一天天的，主播负责卖车，卖车呀，脚镣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辆车，这辆赛道之王，好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们，欢迎各位，主播好温柔，嗯，也是。主播下播之后是一个非常内向、非常腼腆的女孩子，说就是我啊！不要打岔，来继续。好、看一下帕美啊，点个关注，我带你去看一下帕美好吗？这位迪奥，嗯，看前脸，好的，加入了，听听方言。你真要听，真要听，我71位加人，都是变成20位了。你听啊，像话。欢迎各位老表来到夕阳宝业直播间啊！这个车是我们展厅的911卡雷拉。那这个车的话，给大家说一下，裸车价格是在一个129万。那选装完之后的话，肯定是在一个149万，是不？那你要是买这个车的话，听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车啊、是一个 3.0T 385匹马力的。那对于这个车的话，你要是喜欢它的动力，包括它的排量，还有它的一些方方面面，你可以点下方四的小风车，好不？那主播下播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。嗯，好嘞，收。这就是我们的家乡话，虽然说的不是很标准啊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嗯，多少钱？是不是哪个车？哪个车？这个车吗？这个车的话是在一个149万，哦，149万，
谈啥车，谈啥钱，谈会儿缘呗。啊，领导让我150万卖给您，您放心，老板，我会让您在一个143.8万开回家，您说怎么样？嗯，一样的河南确实听不懂啊，你是河南人对吧？那河南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可能是这样的。河南哪里的方言？信阳的。嗯，走，看前脸去。好的，来给你看看前脸。帕拉梅拉4是不是？那个台就是帕拉梅拉4，四驱的。好，没事，阿姨，我给大家看甜点。好，欢迎新直播间，咱们欢迎各位来到向小气质。这样搭配挺好的，显气质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说那个话吗？说那个西洋话吗？主播漂亮，谢谢 Ruby， 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关注哦。你是我的粉丝，谢谢老铁。南阳是河南吗？南阳必须是河南呀，这方言好听哦。那每次的话，就是说直播的时候多给大家说两遍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车的话就是我们911的前脸，那就像一名娇羞的小姑娘，等待着你把它开回家。这又是像什么呢？又像一个小青蛙趴在那里，在你的一声令下，时刻准备的出发。这就是我们的保时捷911，无论是从它前脸到它的中间的位置，还是它的一个后部位，总让人感觉到它是一个啊，那叫什么呢？很出色，动力十足啊，又是我们的一个是不是赛道之王？而且拥有了我们跑车的 DNA， 买到它就买到了我们保时捷的灵魂。911就是保时捷，保时捷就是我们的911。那对于这辆车，你有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击下方4个小黄车，主播会给你发上配置单，好吗？等着我来去开发，不，开发啥呀？潇洒哥，你要开发啥？怎么还把门锁起来了，蕊蕊？啥门啊？我的大门吗？我的大门的话已经为你敞开了，你不进来，我只好锁住了呀。嗯，好，欢迎信，哪个门是我们第二大门吗？第二大门又敞开的了呀。这就是我们的帕拉梅拉，刚才是谁要开帕拉梅拉那个？潇洒哥，点下方4个小风车，下播之后联系你啊，把那小微给我，12345678，小风车里有玄机，好吗？来，这个车的话就是我们展厅的帕拉梅拉 4E Hybrid 铂金版本。哦，既有铂金，又有 E Hybrid， 那又有什么呢？也有它的一个动力，时尚，运动，舒适。哎，四者融为一体。此车的话，宜家又宜商，家用温馨共享，商用黄金万两，满足了您各项需求。包括它的颜色是白色吗？不，细花白的外观搭配波尔多红的内饰，细花白的金属漆，耐刮蹭，防辐射，还有什么呢？哎，低紫外线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说有一点泛青色的调调，也就是说在阳光下还能给人一种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因为它有细闪啊，有细闪。嗯。反正不能开发主播，我们在说啥呀？哦，欢迎我云总，天空1、2、3、4、5，无声巨响，原来是我云总闪亮登场。Welcome to 信阳保时捷成人展厅，欢迎您来到保时捷的专场。大哥，你请坐，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可以了。你亮，我谢谢你，悠悠，好想娶回家。你媳妇同意吗？你女朋友答应的吗？你想把我娶回家，我都跟你说了吧，我相信光，相信党，像你们男人没有好下场，天天把我娶回家，连个灯牌都不亮，真抠呀。我就说了，咱俩就存在一毛钱的关系，你不听呀，你不听。好，我媳妇同意了。我不同意，你有媳妇了还搭我干啥呀？我觉得这样的品种轮得到你们来开发。什么叫品种啊？这是品种吗？这是奢侈品，大哥。嗯，好，欢迎新直播间啊，咱们欢迎各位啊，欢迎。引擎盖打开看一下，我打开引擎盖看看深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引擎盖的话是别有洞天啊，不是我不让您看，是我没有拿钥匙。再说的话，这个机关啊，我就一个人在这里。